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陈美君，欢迎收看今仔日三月二十八号的婚礼新闻。即阵乡公所前个队是婚礼馆内本色婚礼做了袂歹的乡点，不过最近嘛因为原物料的价钱较低，环保署就将这循环搁再利用的本色艺术来改删除，所以也有真侪回收的厂商就无愿意搁再来收，嘛造成前个队的困扰。因为因认为讲中央要求清洁队着爱收回收的垃圾，同时嘛有责任来甲因斗相共找下游的厂商。对此，环保局就表示，只要清洁队有相关的问题，因拢会积极来协助处理。后面这里，啊，这个有环保标章。可是这不收吗？对啊。这印着会当循环再利用的环保盒仔，这几年伫环保局的宣传下，拢是会当回收的。不过现在清洁队说是面临回收后的物件，厂商无愿意回收了。我们跟民众宣导，也是说这个可以回收，但是现在我们怎么去跟民众说，现在这个不能收？哦，所以说这个上级机关或是说环保局或环保署，哦，一定要把这个问题。能够解决。那这会当循环再利用塑胶盒仔，现在阁有装潢废弃物、废车链等等，伫回收顶拢出现问题，嘛予利润乡公所的清洁队是真伤脑筋，并且予中央应该为地方的基站来找下游的厂商，唔通啥物拢放予地方来做。还有一个就是说，我们再回来之后，后端在哪里？这个都是需要上级政府帮我们解决。我们来做，我们来执行都没关系，但是去处后端，哦，我也希望说这个上级政府能够帮我们处理。面对利润乡公所清洁队所提出的问题，环保局副局长张嘉伟表示，循环再利用的回收物，中央已经有进行经费的编列，嘛希望清洁队若是有问题，拢会当提出，伊嘛会积极来协助。环保署好，它有针对一些回收上自行补贴的部分，那补贴部分它是。针对所谓的容器类的哈，那当然说非容器类的话，那就是公所这边可以自行找所谓的处理厂哦，那进行一个标做一个作业哈，那这样子也可以来增加那个公所一个收入。他们有问题可以跟我们反映啊，那我们会帮他协助找那个处理的厂商啊。在主网回收的工作，利润乡公所的清洁队是原来做了真正袂歹的，但是面对中央的政策不断的改变，伊嘛只是无奈配合，家己想办法来解决了。记者陈心畅报道。